传说每12年，本港南区会有神兔出没，是难得一遇的奇幻现象。据说只要向住神兔讲出越多的祝福语，就能够得到越多的眷顾。快点快点，去那边啊！大批上足神兔的市民已经来到北纬的22.25度、东京的114.12度聚集了。这100特派记者在现场为大家直击报道。哇，神兔出现了！我们大家来过大奖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我恭祝各位路路亨通，事事如意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。我祝大家大吉大利。第一百恭祝各位兔气扬眉，兔年行好运。Yeah!三二一，我祝大家咧身体健康，大吉大利，龙马精神咧，今日咧一定要揾多啲钱啊！祝大家咧喺事业上面咧，喂，打人嘅。